还记得去年的饺子炸弹吗？我印象中他一直在夸我。赵高我，我都不会把这种艺人请过来采访。没有啊，他很欣赏我。陈伟霆很帅，他做的饺子也是很美。没有接触，但知道这个陈伟霆长得那么帅，这怎么他最近肯定这两天病了，感冒了，难受。伟霆哥，这个是本来是要包饺子的吧？就像那种烤面包啊。现在您能看到哪是他今年包的？今天他又包了，又包了。我找的时候大家都离远点儿，别又炸了。哇，这个饺子厉害。它怎么厉害呢？因为它里面的东西多，如果沈腾老师吃的时候会觉得很幸福，我觉得他里面这一切，哇，这你觉得里面有东西吗？这个东西？但你不怕沈腾老师吃你就噎着吗？不是，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有进步。一个没有偏见的评价是，还不如去年的炸弹。嗯，东非大裂谷，这它确实像中间谁把它饺子给抠走了。很难很难，确实很难，白能弄成这样。然后他有话要带给您，让我们不听。不听，包成这样了，我没工夫听他话，还有工夫给人传话呢，赶紧回去练饺子去吧。你还他说包了个饺子从这儿抠走了，像不像？我想问，这一次应该让沈腾老师吃啊。他有时候他光看外表，我觉得他感受不到，他得。这个东西用来吃的嘛，又不是，对吗？他要点评，作为一个资深的点评人，他应该得吃。可是你刚祝福完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。我擦手了，你看不到吗？我要戴口罩擦手也不能吃吗？他说去年因为他报奖的广备受您的好评，他又说但是您没有尝过，您不算一个真正的点评家美食家，他今年应该让您吃的。我尝尝。然后他说这包是特地给您准备的夜宵，而他故意包的很大，就您吃一个就能饱。他要真是想您吃啊。怕吃不饱，你真应该给我一个馒头。他是高估了自己的手艺，低估了我的食欲。给陈伟霆留个言啊什么之类的，就对于他这个厨艺这方面没有留言，只有汗颜。对陈伟霆来讲，我没有任何留言，只有汗颜。下面有请伟沈腾老师示范正确的饺子包法。陈伟霆，这叫技子，拿手。明年陈伟霆不希望你能包出来一个像样的饺子，我希望你能知道饺子长什么样。我想问你们还会找沈腾老师点评一下吗？所以你很期待他今年再给你一些更好的评语，是吗？对啊。你预测一下沈腾老师会怎么就评价你接下来的作品？我觉得他应该也猜不到哪一个是我吧。就你的作品还蛮好认的，就特征还蛮明显。对。所以你先包着吧，我们看看你今年的进步。我想问，这一次应该让沈腾老师吃啊？他是高估了自己的手艺，低估了我的食欲。他有时候他光看外表，我觉得他感受不到，他得这个东西用来吃的嘛，又不是看，对吗？他要点评，作为一个资深的点评人，他应该得吃。可是你刚祝福完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。我擦手了，你看不到吗？我要戴口罩擦手也不能吃吗？可以，所以我们尽量让他尝尝你的饺子。我还这个是有人做出来的。哇哇，这个我觉得我输了，谢谢。就有人作品可能就是一根油条啊。
赢了，我不用做了，这条东西赢了。然后哎，不要的，过不了。沈腾老师一饱口福，给他做一个。我想问这个用来干什么呢？就是你的面有时候太黏了嘛，然后你就太黏了。哎，对，你在做的时候，我们还有一些快乐的。好，对，回家过年，亲戚小孩特别喜欢一个明星，就这前这明星是你的朋友啊，前提缠着你要他的签名照，你会怎么办？会给他帮他们。那最近比如说你的亲戚朋友小孩有要过谁的签名照？真的没有，要你的多吗？不多，也没有。他们都比较少关注娱乐圈的事。啊，那过年参加家庭聚会，饭桌上被长辈 Q 到表演节目，你会怎么？等一下，你别笑，是这样吗？软一点。可是你弄的未免有点太多了吧？松一点，嘿，你。过年参加家庭聚会，饭桌上被长辈 Q 到表演节目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立马开大屏让他们看视频，就看你的演唱会视频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饭桌上被长辈劝酒，对方说不喝就是看不起我，你有什么挡酒的妙招？我的长辈们都不喝酒了，真的很少喝酒，就没有这个。没有。去过饭局呢，比如说一些领导啊，或者是一些。我好少去吃饭局，基本上我都在家吃饭。来串门的邻居叔叔阿姨热心想把你和他们家孩子拉成相亲的对子，你会怎么办？那试一个呗。试一个是吧？试一下呗。就见面聊聊是呗。对啊，首先看他的爸爸妈妈什么长相吧。就你还是个眼控。当然了。好。听到过的亲戚朋友邻居问过最好笑的一个群星是什么？最好笑哦，有一个亲戚就真的是一直说哇，陈伟霆原来你这么有钱，从小到大我跟你妈妈这么熟也不知道，然后你哥哥是开船务，然后你是富二代，然后你有多少栋别墅什么的，他真的去看那些假新闻，一些营销号。对，还是从小认识的长辈都会看。对对对对对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骗了我这么久啊！”就这样。所以当时有跟他认真的澄清吗？还是说玩笑带过？带过吧。带过。带过吧。对。因为鼠年都是一个十二生肖的开始嘛。你还记不记得你十二年前，就是那个鼠年，还记得当时过年的场景吗？还记得？十二年前啊。对，就你现在岁数届十二。啊，二十二。二十二岁。对，当时过年的场景还记得吗？就是我以前我每一年过年我都会基本上跟我妈妈一起过的嘛。嗯。对啊。就反正就是也是在家里就是拜访一些亲戚之类的。对啊，对啊。那就稍微悠着点油画面也是有比较高的。哇，这个饺子厉害。它怎么厉害呢？因为它里面的东西多，如果沈腾老师吃的时候会觉得很幸福，我觉得他。里面这一些，哇，这你觉得里面有东西吗？这个东西。但你不怕沈腾老师吃你就噎着吗？不是，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有进步。好好。对啊。差不多，算了。我后期给你 P 个眼睛，展示一下，然后自评一下，跟你去年的比有没有进步？觉得今年的怎么样？今年就是因为我是特别关心大家嘛，就是现在不能去人流多的地方，所以你不能出去餐厅啊什么，尽量不要去，那在家吃一个这样一个就够了。一个情境，好吧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好大，哗哗闪了两个大雷。OK， 你去关窗户，关窗的时候又一个闪电把你给劈倒了，啪，给你劈倒了，你醒来变成一个女的，完了饿了。
给自己包了顿饺子。点在这儿，腾哥 Q 剧情，伟霆就来跳。风雨交加。哇！风雨交加之后呢？去关窗。关窗还有一声雷。快，小公主苏醒了，又成了一个小公主。哎，Hungry。为什么包饺子还要颠勺？他做的是煎饺。OK， 非常棒。要不我也出一道题，让你跳一下舞，好不好？嗯，干嘛？好，情境表演。有一天你去沙滩，太阳好晒。不行，我死了。一醒来发觉自己体重重了，在海上面沉到海底，变成了贾宁。怎么办呢？我要努力游上去。发觉有一条鲨鱼在追着自己。是鲨鱼跑啊。回来